2024年10月17日，今天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天气嘛是东北风的影响啦，这个北部有云，啊，佫是有这个做局部的短暂雨，甚至要注意讲大雨发生的机会。另外，其他所在差不多拢是多云到好天，山区的部分啊，我那注意短暂阵雨哈。故咧行到9月15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2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啊，今晚咧，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啊。来，咱首先咱们来个看这个北部吼，这个北部今年有特别的无同。就是咱有讲过讲天狗热啊，以往如果那是讲吼天狗热的新闻，大家可能听到，那不是发生伫台南、嘉义啊，或者高雄、屏东啊。但是今年的天狗热吼，唔知是安怎样啊，新北甲台北吼，敢那想比以往搁较侪，啊是咱以前拢注意南部较侪啊，所以新北、台北无迄个注意到，唔知影。那感觉讲今年的北部特别热啊，尤其即马讲摊来到对呢，摊来到苗栗个，连苗栗都有啦吼。啊，咱这篇来甲听看卖，看伊安怎样啊报道。卫生部疾病管制署伫今仔日公布苗栗今年第一件啦，第一件本土的天狗这个病例呢，就是住伫苗栗县吼啊，这个德安镇30多岁一名查甫人。10月17日呢，出现了发烧啦、腱子肉酸痛啦、脚趾偏痛啦、漏血啦、红斑红疹啊，顶个镜头就医啦。啊，经过通报甲采检、送验了后，10月16日吼，确诊是感染着天狗这第一型的病毒。第一型的哦吼，这拢是伫南部才有哦，啊，唔知影讲北部讲原来有第一型的啦。啊！但是这个甲新北市、甲台北市啊，尤其是新北新店、中和本土的感染啊，这个组织的病毒型、第二型的煞无同款呢。个案目前伫厝吼啊，伫厝咧封网吼啊，隔离当中啊，啊，而且咧接触者目前是拢无镜头来发生。疾管署表示，讲个案吼潜伏期啊，无国外的旅游史啊，包括本土疫情风险区的活动史拢无。简单讲，伊也无吼对新北台北去啊，无对台南南部遮来拢无吼，啊，就干那伫即个所谓的苗栗啊，去有帮他停留，都已经吼、哦、有即个天狗热的感染。啊，最主要活动的地区呢，就是伊住的所在，包括工地啦。啊，研判吼，这是本土的病例吼。啊，但是这个感染源一个咧堆渣呢，为着要防范着疫情的扩散吼，卫生单位已经针对着确诊的个案，德兰镇吼啊，一居住的所在地，这个半径100公尺的范围啦，来进行吼病媒网吼啊密度调查。包括吼，主心丸的清毒啊，顶的防治抗溃啊，并且嘛，针对吼个案，包括接触者吼，进行卫生的教育啦。啊，同时苗栗县卫生局呢，伫今仔日透早嘛，伫德兰镇吼啊，开始设立了吼社区的体检站啦。啊，五万公里当透过着扩大的体检吼，主动找出着吼，一个无被发现着个案。包括吼、哦、啊，要紧来阻挡疫情的扩散。啊，另外的案情啊，伫这个潜伏期的期间呐、啊，哦，这个案就对了啦。另外，这个案伫这个潜伏期的期间，伊曾经有来到彰化县，啊，嘛有来到吼、哦、新竹市吼、哦、啊，去遐吼活动过。啊，所以这个地区的卫生单位嘛，开始展开了相关的防治的活动啦吼。啊，咱知影吼，疾管署统计伫今年2024年，一直到10月16日昨昏，已经有累计吼有236人啊吼啊去感染着本土的天狗热，吼啊，这其中入热天了后有72人吼，啊72人干呐吼啊，伫新北市都有66人啊啦，
啊，台北市甲高雄各两人啊，啊，苗栗县甲花莲各一人就对啦。啊，而且今年累计227人有境外移入的感染的所在，就是伫东南亚国家为主吼，包括印尼88人吼，啊，上届者基础的是菲律宾的29，泰国的28人吼。啊，这个看讲对热天入来开始啊，有气候天高咧定掉了72人呢。啊，72人，这个72人当中66人都伫新北，啊，台北市2人，高雄嘛2人呢。啊，苗栗吼，甲花莲拢各1人吼，即马差不多拢集中伫迄个啥，迄个北部人啦吼。啊，所以咱北部朋友吼，迄个厝前厝后闹积水的所在吼，都一定吼爱注意吼。唔通阁留底啊，好生蚊虫，一定爱倒掉。啊，而且吼，迄个你也叫吼，上悬罚个3000哦，上悬罚个3000。以前是拢哦，先甲你考勤啦，再管啊。但是即马自从天高热开始吼，严重了后就无咧考勤啊，直接就发啦哈。这个唔免阁勤啊，这已经讲到唔了，跌倒一边去啊吼。啊，那是要阁勤到咩了，就自由了。要阁考勤啥？好生蚊虫，那直接就发啦。工地啊，工地特别这做工贵所在嘛，特别啊。哎，那个，这是北部天真罕见哦。人家真罕见，听到讲北部天高咧，会上新闻啦。我想南山个人唔是无啦，但是要像安尼一棍头，10个、20个、20个、60个安尼有无？这真正真罕见，啊，北部朋友爱注意就对。恁遐的蚊啊就对，会记哩吼。恁的蚊啊呢，拢是伫个差不多即个做下早时啊，啊甲要下晡的时阵咧活动。8点到10点，吼，恁遐蚊啊咧食早餐，啊下晡的4点到6点，恁遐蚊啊多咧食暗顿，啊北部天高咧，恁蚊啊呐，伊顶一嘴就走，顶一嘴甲狗共款啦，迄水果体啊，夹一嘴伊都无爱，夹一嘴都无爱，生长啊，啊你北部的蚊啊嘛是即个定者，遐个定者，遐个定者，安尼，所以一只蚊啊可能咱顶几下人安尼，有可能啊，哟。啊，阮南部的就较无够，阮南部是电的就食较饱。专家研究出来，专家拢研究出来啊！啊，所以这两边的这种的这网络，它无啥共，一个是埃及斑纹嘛，啊，一个叫做白线斑纹啊，吼，啊，这东西真有讲过啊。我今仔起码反正拢已经拢南北地路别飞乌别臭啊，有可能臭啦。因为你交通太方便了嘛，有当时咱一台车停你车库内面，你门看，当个门架起来呢。一旁你嘛是背里面的，啊背里面这台车你若伫南部开到北部，啊连后底啊拍开窗啊门，伊就背出去啊。啊所以南部当啊背伫北部，北部当啊背伫南部，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拢臭南去啊啦。那非得关于简单讲啦，这个天高了，这个物件有吼，袂等下起，你讲啊，就普通的感冒啥种种啊。哎，有诶天高咧，你着着是迄落做酸痛用诶吼，吼，迄讲规身躯诶骨折，迄是痛甲安尼吼，酸痛甲。迄若普通诶感冒是可发生。哎，迄种酸痛用诶做艰苦，啊，出血用诶就是出血，就是出血吼，甚至放尿那变红诶加血，叫出血用。啊，上惊就是两种无共型诶有无吼，去交叉间咧感染着。哦，譬如讲你捌得过一型，要去得着另外一型，迄种较严重。第一型、第二型，这种较严重就对啦，吼。再来，感谢啦！啊，咱继续再来个进行这么看新闻的对哈。这个有一个，这个就做咱台湾一个女艺人吼，这个真出名吼。咱当然这老伙仔，咱对因就较无兴趣啦吼。啊，但是吼，这个女艺人伫咱台湾少年辈来讲吼，其实特别讲伊嘛无少年安尼吼，伊嘛已经超过了所谓青年的。我惊40岁并贵，还是老的，但是伊出道足久啊，对，出道足久啊，而且爱出道的时阵已经拢20、30岁的年龄了。啊，上重要就是讲，伊当出道的时阵哦，算是演艺界来第五个吼，曾经把红烈士霸凌啦。哎呀，讲啊，谁做也无水啦，啊，舞也袂晓跳啦，啊，什么话体格也唔介好啦，啊，但是伊拢唔惊人，安尼讲伊就继续训练伊家己了，对。学跳舞啦，吼，啊，学啥，真像是伊做天桥，我那有迄个行情啦。
哦，这个叫做蔡依林，你讲叫做赵琳。啊，这个还不水啊，这个还不水，人。没错，啊，人啊，越来越水啊，当然这个装广告的。哦。打出来是真的。人也难。对啊，什么打出来也是蛮高级的，回来比较是。当然啦，打出都会顺利啦。伊东西是干嘛？伊东学那个什么？那个马丹娜。马丹娜啦，对啦，没有。啊，这个蔡依林吼，这咱年岁较侪，比如大概就较对较无识大少年啊，就对蛮易啦吼。哦，这个算天后级的吼。啊，蔡依林这个人啥，我今仔有咧甲报呢，咱做做咧报这个演艺界的人就对啦吼。这个蔡依林吼，最近啊，伫咧台北出席着伊的一个品牌活动，简单讲就是徛台啦。嗯。哦，就是替某一个品牌徛台就对啦吼。啊，活动的现场呢，气氛真热就对吼。啊，但是呢，时间啊，他讲拄啊好，就是姜伟啊呢，咧展开着这个环舞台啊，舞台湾的演出就对，舞台湾的演出就对啦吼。啊，一大堆这路在艺人哦，好啊，无用气气，爱赶紧伫咧网络上发表讲支持一个中国啊，还是对中国话西疆都话西疆啦吼。当然，我那不是所有艺人拢安尼哦，就少数这路在艺人，就其中的欧阳娜娜是强的这啦。嗯老爸老母在台湾呐，啊，这个姜伟啊咧演戏咧为台湾的时候，伊既然当面所在咧赞声赞讲出来声，用咱台湾的金宝啊，哎啦，啊无就是咧用金宝，就黄安咧就是，身体不好，抓到来用金宝啊，就对啦，哈，这种人咱较看伊未起，我但是咧政治人，咱就拢计多相你咧，我拢讲阿爷你有爷你咧苦中，你咧靠腰咧，爷你爷，我讲你讲人家做台湾科，大家冇苦中啊，啊冇八万出来啦，哦。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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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啊，和中国一挂小粉红吼，开始在咧搞咧，就对啦。吼，即马可怜那个对蔡依林那个做啥无优先的一挂在网络上的攻击，也是安怎样啊？即根据媒体咧报道吼，蔡依林我嘛今仔个知影尔呢。讲其实蔡依林自过去以来啊，对政治这个立场就对，伊是保持低调。伊也无讲我支持台湾独立，哎呀，无讲我支持你武统台湾，伊都无咧讲，对我认真做外艺人，对啊，含迄个胡瓜同款咧。对，啊，咱咧艺术咧嘛是咧讲啊，讲艺人恁那边来困苦了的时阵，马进，你唔免讲你一定爱支持台湾，安怎啦？但是你卖对姜伟啊那边的所在，讲一寡遐小的片的有诶无诶，安尼就对啦吼。蔡依林就是安尼吼，伊过去以来拢总是保持低调啦。啊，这边的活动当中呢，当局记者甲问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姜伟啊在包围台湾的时阵，蔡依林赶快讲过起来就讲安尼，当然问到这种问题，伊拢会提出一个迷人的笑容，无回答就对啦，啊，就离开就对啦，吼，拢无回答就对啦，吼，啊，伊拢重点就是今仔日我咧创啥会，嗯，哦，比如我今仔日品牌徛台，哦，这是重点。嗯、我今天你要发表新的专辑，这是重点。嗯，伊拢是安尼回答，我重点而且我无讲哦。嗯，安尼好。两年前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姜伟啊，是不是伫台湾甲咱围十天？对啊。两年前迄佩洛西吼、哦、来的时阵，姜伟啊是困到围十天了，对。啊，一大堆台湾老仔艺人都烧钱咧发一个中国啦，嗯、啊，啥物祖国啦，啊，或者啥物会啦，吼、哦。嗯。这老仔艺人就开始写这个宣传文了，对。啊，当时呢，这个蔡依林呢，偏偏伊就冇这个问，嗯，伊就唔啦，不爱发了，对，啊，不爱发呢，就先讲当时伊伫中国嘅网站吼，迄种所谓嘅追踪诶啦，也是粉丝啦，吼、嗯，一困头讲胖伊30万安尼啦，嗯，啊，而且佫叫中国嘅网友吼，发你硬骂硬批了，对，甚至讲啊，伊根本就是台独嘅嘛，嗯，伊是台独艺人，对，你讲看嘛呀，嗯，蔡依林从来冇讲过伊支持台独吼。嗯伊只是无爱去发出了什么一个中国祖国什么咯，无爱安尼，安尼了也咧灌大毒啊吼吼。啊啦，比起着其他遐拼命，伊个所在咧破中国的 LP 的遐艺人，蔡依林算啊个正特别咱尊重。嗯。那照伊个行情，中国伊呐要拍迄个市场。伊保持点点啦。诶，伊保持点点啦吼。啊，就台湾对台湾较有钱。对，但是中国是偏薄薄的贵人家。我哎，这个我想来做你干嘛？其实这个代志就是讲记者吼，当时的那个五月花，
五月花的东西，咱嘛做信赖呢。五月花是吃家常呢。啊，包括给他，五月啊，不是靠没有把劲，直接给他你干嘛的？演这啊，拢杜公像于天呐、杨烈这种的作品数回来，陈升这种啦，嗯。因这种有可能会过中国发展的，以前甚至嘛比中国吃烂。有啊，我早年中国嘛，我见人过两间啊。所以，不，我个阿伯就叫东。我系听报纸听人就是讲，伊已经两年前就通过一遍的考验啦。嗯。迄两年前就是佩洛西来时阵，网络中国嘅网络硬甲批人，伊又还赶快坚持领输伊个对。嗯。哦，因为佮冇符合伊呢咧。伊个公关啦，伊是啊，但公关是咧唱歌，我那是政治人物啦。对对对，我唔系，我那未去甲你回答这啦。好，诶，啊，你来欢迎我过来只唱，我就过来；，啊，那不欢迎，我就对别位去唱，安尼尔嘛。今仔这个记者伊会特别甲蔡依林这个代志写，伊主要就是写伊跟古亚当啦。嗯，甚至拢有科研过啊，有个观察啦，还有个观察去。这个记者吼，这个应该专门做音乐新闻，叫刘金玲吼。这个记者了，对吼，伊咧写。也下意思，我们其实用两年前的佩洛西的事件，嘿、嗯，差一点东西，我们那个看外查，嗯，那外查就是政治唔讲安尼啦。啊，当然，咱的标准是更加宽淡薄啊。我们既然台湾人，你就大声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嘛。啊，当然也不是，但是无需要。啊，人民那咱比较了解，这是国民的老党啊，这是社会，国民那好像以心理人吼，做这是安尼啦，对政治这块，伊是拢保持点点啦，得做咯，安尼啦，得做。啊，你若讲什么讲，哪有人讲什么差一点都打出来，讲无水啦，这一点，不是我感觉讲讲。批评咧，我感觉是。哎，无，迄阵伊当初得就是有这种意见啦。我唔知，都是啊，拢会告诉得有啦。我唔知，伊是用什么标准来看？你若讲伊当初得出来的时阵，讲迄个审查官安尼松松，他都无到迄个水准的，我一旦就要听下落啊。对对，出道无爱松松，大家松松。你想迄东西阿来？你个关注面一个阿妹无？我阿在啊。就讲那小个，迄东西阿边啊？之前的第一年冇叫，叫一次，叫就两个字，叫国家做者，红红沙帮啦，对，叫叫咩啦，红沙帮，红沙帮。哎，当时等你醒的时阵，伊个唱歌等你醒的时候，我有一回伫阮遐吼附近咧食面啦吼。哎，当时是阿伯有这个事件，什么我个事件出现呢？哦，啊，都有一挂咧，我上看伊伫电视咧唱歌，哦，啊，就批评落啊，讲咧。讲迄声吼，讲迄个迄个形容词有够歹听啦！我甲印一点，搁较歹听。嗯，我是无甲印那个歹听，我甲印啦，可以当我无话人印。嗯，居民看到迄个阿妹底下咧唱歌，吼，我讲卖鸡鸡卖鸡鸡啊！唔知咧唱咧唱啥货，卖鸡鸡啊！你阿话，你不做歹听，不做歹听。啊，我就对面我阿公讲，阿人唱伊个歌，又讲伊作水人。哎呦，阿妹唱歌讲我作水，我作水，我作水又唱阿妹人啦。啊，人家唱伊个歌好听，伊个歌好听，你管人咩整个水卖？我干嘛整个水咧？是做这个啦，那是多少查某，我生我敢用，那查某我就唔敢用，我是特别心狂，后面啊，我哋就敢用讲，啊，你健康有人嘅多呢，查某就敢用咧，得啦，哈，好啦，来，感谢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上山公司咱全国免费嘅叫回专线电话。其实哦，咱这种台派啦吼，也是讲咱这个死头壳的啊，话真啦。嗯，咱未去要求讲你这个艺人，你伫台湾才咧出名，你至少你爱唱歌，我支持台湾是一个主管，就国家咱慢慢咧话。慢慢，艺人只要你保持低调，卖去吸这个。那现在如果你讲这个话，我用你想起个代志。嗯。每一个人拢做想要探做这事啦。嗯。啊，每一个人，伊呐唱歌叫经所有迄个经纪公司把伊的话对啦，伊就爱听经纪公司的话。我今仔日要带你来中国，要带你去日本，要带你去韩国，你来对照啊啦。嗯，因为你就是靠伊咧赚钱嘛，伊就是帮你吼处理一挂歌手的事业嘛。啊，你那有一讲你的，底下想讲我的是艺人呐，不管我是演艺人员，是唱歌的歌星就对啦。嗯，我就是讲有一讲我怕什么对中国发展。嗯。有一天我有可能去中国发展，会搁去用逼，逼讲哦，你都爱表态，我讲哦，你都爱声明做国安怎样，我统一咱那有诶无诶。嗯，那类似这种诶人了，对，有种心态伫台湾唱歌唱到有名，有可能会搁对中国去，伊不如伫台湾咩？伫台湾当有名诶时阵，伊是讲一句话，伊讲。我今仔日有可能未来对中国去发展，我若去中国发展的话，我若讲什么中国是我的祖国，什么台湾祖国就是中国不可分割形成的那土地了。我若讲这话，
今日我先宣布在先回应下，嘿，我是去中国毕业。嗯嗯，啊，哪能讲呢？去中国毕业，去中国政府毕业。啊，其他那些公共的领导，那个的时阵哦，讲起来未来，唔知是中国政府是做无民主。还是安怎都唔知啊！啊，你讨论容易，慢慢讲中国别个大马仔，那你就国不理想嘅啦，国不理想嘅啦。蔡依林伫咧2018年曾经出一个专辑啦，蔡依林也算唔是算天后级的，但是伊嘅唱片拢卖了袂歹。哦，2018年嘅时阵吼，啊，伫咧这个2018年嘅时阵，蔡依林呢出这个专辑有无吼？这是咧啥？这个就做以这个专辑内面就是咧讲啥？三大个就是咧讲世俗的审美的标准，啊，甲内在心理，就出这个专辑。哦，啊，想要出这个专辑，啊，有用个不用个，用个就调整，很霸凌嘛。哦，阿姨的用不用笑瓜，没事，我来没有讲，我就感觉讲你出德行的，谁要讲谁啊？不要讲话，还是要讲。阿伟人讲伊删了过头去啦，哦，脚啊卡啦，什么伪装肉。你擦擦人家就，我也唔捌看过像咧笑高也卡上伊，你唔得个。配边迄个配边人哦，一个人啊，一个人配边啊咧。你甲看迄水准先说安那，即家己也无咧话好啦。啊，这就是讲阿麦听，这就是教伊教到教伊啊。所以咱是好用啦，吼，艺人你也在卖标牌，专心当恁的演艺事业。啊，那要做老仔艺人啊，无要紧，等我底细你也无好啦。啊，像个恁就是这个属做老仔嘛，老仔命嘛，吼、哦、对不对？像何忠信甲陈道珠咧，来进攻个，来进攻个。最近的，所以家己做进来的，你前面看光明的讲的话，家己政府他无咩好讲啊？是以进行公安咧，啊，就卖变变成这种的。哦，进攻个。你食了真好咧，好安尼好，你拢有缘拢报无够有哦，好，你真够哦，嘿嘿嘿，安尼你了了有哦，嘿是，啊过个会干呢干呢要熬起种啊，灰指甲哟，有啊，哦灰指甲，嘿嘿嘿，你食食个有啊吼，过发起悠悠，哦啊发起真够足水啊对啦，有啊，哦哦哦是，啊你卡底皮真够有啊吼，哦卡底皮，嘿嘿嘿是，伊会慢慢啊慢慢啊把我那磨起咧，哦好好好，啊磨起。几十年拢安尼，即马是严有无？嘿嘿嘿，屯起来就过来，屯起来就过来安尼啊。哦，啊，即是。啊，即马我趁空了也有啊吼，豆豆啊无去吼，家底不散有有啊。啊，有有秘密啊，对。啊，因贵吼，嘿嘿嘿，去公牛弄牛去啊。好是。嘿，即马一打一听无？嘿。阿妈拢无去啊！你讲公掉弄掉是安那？是做工过的时阵？不是啦，活倒的家伙位啦。哦，活倒的，好。系啊，还是弄掉。一把剑固安尼喎，吼。哎是。哎，啊，这个就带伤。卡就掉了吼。哎哎。卡啦，哎，迄个做迄个一个神经遐呢。哦，是是。哎，这么慢慢啊吼。我都唔知啊，是当说好去就掉了。哦，安尼吼，哦，哎。哎，头壳啦有啊吼。哎哎哎。他讲唔应该泰国听有啊吼，哦泰国听，嘿，啊泰国听伊个慢慢啊有啊吼，对，多安尼，吼，就咱们进条，哦对对对，嘿，咱们也在进跟进下咧哦，是是是，哦，啊回过消了去有啊吼，有是，啊都好去啊，哦对，哦，啊伊就过人卡啦吼，嘿嘿嘿，卡房的一张有啊吼，一张，冰箱下头就跟恁讲，就靠老花三万下伊就加起来张有啊，更先进啊咧对，哎，好好好。咱们也进这个哦，哦嘞，哎，你也是爱饮奶油啊，你也是饮奶油哦，人工好在安尼，我那变安尼有哦，是，我过去就好去啊，这其实拢在给你排毒啦，哦，这拢在给你排毒的，哎，我过去有哦，是，刚讲我就是大妈有哦，嘿，过得好啊，就饮奶起来，饮奶起来，你也不讲伊话好用，哦哟，我一个是。三四罐你估计你话知啊？好安尼好，哎，好安尼话。我过来叫十罐有啊？是是是，我叫十罐，我食两三罐有啊？嘿嘿，吼，一开始拢直直夹夹，直直夹夹，直直夹夹，是是，夹到规身骨拢未爽快，安尼就对啦。好好好好，一号过期饮料啊，吼，嘿嘿，人真爽快。安尼好，哎呀，我这个过无掉，我好啊，你看你爱讲讲。哦，我以为爱讲讲啦，对啦对啦，我也无讲清楚哇吼，我都唔知啊，但系讲电台遐尼接的哇吼，是，啊，拢，
唔知讲几只好用啦。用啊，这就是主要咱咱只使用者家己也敢做见证安尼。我今日嘛，我甲你报两个啦。安尼好，哇，感谢感谢。我报两个，反正马仔我是去叫过过去作官。啊，你谢，感谢你，感谢你。我也好啦。有啊啊，你这个。我也好，我家拢摆你遐多种家务哦。我是迄落职业按摩的啦。哦，是，哎，你知无？是是是。啊，我咧摆多顶只字啊，啊，这么人起来看你讲，啊，你这是什么？我就都去多生。哦哦。安尼啦，吼。是。爱讲去食喏。哦。伊讲，讲这唔是药啊，哦。嗯嗯嗯嗯。哎。是。你看这唔是药啊，叫同安叫叫叫你服用。是是是。但你万年个咧，大行会晒你只。哈哈哈哈哈。这段时间贵啊，几几叫一边啦，我是一边尔啦吼。嗯嗯嗯。一边几几叫啊吼，他们拢袂呀。有。他们拢无听。啊，等等于像你家你孙了啊，讲讲啊，你家你讲讲，对对对，讲讲讲讲安尼啦。好啦，小刚小兰尤其是欢喜台台湾人俱乐部一直播，哈，你在屋里上哦，啊，可能见证啊，讲的时阵，记得朋友拢该报了对啦，吼，讲啊，这不是药啊，就是不是药啊，对身体上的帮忙较大，伊家己本身的体会啊，诶，经验了对。食咱的产品，食到有这种经验，食到有这种个鉴别书。秘书咧，秘书伊家己咧卖安尼同款就对啦。啊，唐小小张连坤咧讲安尼好，啊一人一人讲啊，安尼条条有理就对。啊，甲人报报来食咱的产品就对。所以公司大，所以可能较多干来咱台湾几落百姓人公司的产品，靠我从达到这种互人嘅信心的这程度就对啦。哦，所以这就是咱产品的优秀。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过来做详细询问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长波兵库会的结婚专线电话啦，吼。来，恁即马是处各地生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个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款精品，要来赠送给咱每十款的朋友。每十款的朋友呢，你会当加金啊，这个平底锅一支。你比较经典风一台金毛炭一领，金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诶，贵阳所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恁个所30粒。你比金红啊，这个燕窝两盒内底有12罐，马拢会当哦。咱一道金一行为关节啦吼。啊，另外是属各位圣山公司产品呢，啊，这个5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以外，更好能提供一挂新品，要来赠送给咱每个罐的朋友，咱每个罐的朋友呢。咱会当个金三件式个保鲜盒一组，你要个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气锅一条，你要金单向个盘子一打，金无环啊无环纸个洗头毛巾一罐，无环纸个洗衫巾一包，你要金燕窝一打来丢来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完成，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一位这个吴小姐吼来点播这首歌，阿星静的就是安尼算。是什么？下课花在卖什么？当年那流马来马去，如今变成一出戏。情敌就是安尼算啦，情敌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好伊安尼算。下课花是什么？下课花在卖什么？当年那流马来马去，如今变成一出戏。情字就是安尼算啊，情字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好安尼算啊。来哦，您敢嘛对的？一口话像赵孟成送一个，一旦啊出大事，这就真大条了。当时民进党的立委，大家酒伫咧立法院主席台头前大声喊着：“一口话卖台啊！”对中国来签着一口话，台湾的主权就会先被牺牲掉。一口话是三阶段的卖台骗术，您感觉阁会记？
台湾加中国签一克话，问题就是失业、失业、失业啦。我拢会记哦。一克话是啥物？今嘛啥人有滴滴？未来啊，到已经签了，台湾也搁剩几年？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办好伊安尼算，下课啊是啥物？今嘛啥人有记得？未来啊到已经签了，台湾也搁剩几年？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办好伊安尼算啊！来哦。过来唤醒一下大家的记忆，签一个话，这种无平等的条约，这是为一中的市场咧铺路。一个话，只敢有少数的财团得利，多数的传统商啊，全部拢总会受到伤害。一个话，就是将台湾的命脉锁入中国的口啊，这是中港化的开始。一个话一旦签落去，十年来台湾所有的产业拢爱对中国开放九成以上，到时阵问题将会无法度收拾。这拢是政治阿讲的，你敢过会记哩？问题，问题，问题，问题。查那到底是啥物？无人敢讲真怪奇。未来协议那无终止，当初大家是骂啥物？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办好伊安尼算。查那到底是啥物？无人敢讲真怪奇。未来协议那无终止，当初大家是骂啥物？政治就是安尼算啦，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办好伊安尼算啊！哈哈哈，这不过是当时咱翻一句话所念千万句当中的几句。但是念阿弟，你有听到一句话，是会使终止的无啊？好嘞。感谢啊，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嘞，感谢啊，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啊，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一篇啊吼。这个有一挂人用私人轿车啊，当作客订车，去咧载人客吼，啊，然后讲收钱，哎、欸，这足济哦，这袂使啊，这三条听你公公的谈话咯，啊，真正甲你谈话，因为我是那工作济呢，因为我拢有拄着啊吼，特别听过讲吼啊，都有一挂吼。厝的附近，因为较有一中辈时段，啊，就讲要去电影，啊，要去对打吼，啊，用厝的囡仔，今日时阵拢伫外口食头路，啊，是拢吼，嫁娶了拢搬去伫外口买厝，家己住伫外口啊，啊，剩这个爸爸妈妈住伫厝内底，啊，有当时啊，若讲啊，要去远的所在办一下代志的，要去做一下工课的，还是讲看一下病。作者是拢叫附近熟悉诶有轿车诶人，我安尼多一个，啊落一个看几百块，应该提升诶，咱唔知影。即种作者哦，即种有够侪，计那便去用三条，讲你真正吼、哦、用私人轿车去载人，啊载到对头有去共收钱，迄三条实在吼、哦嗯，有够恐怖。我听一个讲安尼啊话，这安尼真正共发落，发十万啊，十万。收一条130块的车费，啊，罚10万啊！哦，这罚人咧未伤凶吗？好啊，这幺零我等下甲你解说。这片咱先听过嘛？我走开，我走开一车嘛，我知啊，所以这等下到迄个。
也两种保险保。你讲白白啊，就是咱拄只讲迄种吼啊，迄、那个家己厝里的私人轿车啦，违规载人提起用你啊，就真正甲你罚十万哦。嗯，而且佫再甲你扣相牌哦，就是你的车牌甲你拔去，驾驶甲你吊起来。你讲伫即个苗栗的监理站啦，稽查人员伫本个月十二日的下晡吼，啊，驾着苗栗的警察局来到苗栗火车站来执行吼稽查勤务啦。结果发现一台私人轿车啦，就是人咧讲白白啊啦，违规载着两名人客来到火车站。当场甲开一张罚单，罚十万块，兼加吼吊扣伊的驾驶执照，包括伊迄台车的车牌号四个月。苗栗监理站表示讲，这名这个白牌啊，诶，这个啊驾驶了对啊啦，伫台前病院违规招人客，驾着两名乘客讲好啦，讲吼130块再来到苗栗火车站啦，结果呢，被哩稽查人员拄好。啊，当面抓到！啊，因为这个私人轿车违规载人客收费，已经违反了公路法甲吼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当场依照规定吼处罚吼驾驶人10万块的罚金，啊，并且吼吊扣伊的驾驶执照，包括迄台营业车的牌照，嘛加绑起来四个月安尼啦。10万块，安尼啊喂，这个听起来30块啊，听起来10万实在是真正上恐怖，真大啊！而且个吊牌啊，嗯，啊，当然因是终身吊牌啦，嗯，因为也是各位过了的行李啊，吼。但是咱来了解一点，就是讲，即卖咱的计程车有分两种，嗯，一种叫小黄，就是正规的，就是较早黄色的计程车，安尼我咧开的是黄色，较早即卖嘛是黄色的啊，对对对，迄个小黄，小黄，啊，另外一种叫做白底红字的，对对对，哦，白底红字的，这就是用民间的车，嗯，啊，会使载人客，但是因有一个规定，因袂使是路面半路载人客，啊，无意思咩事，啊，比如讲我今日想要坐，哎，我咧叫车，嗯，啊，去，哎。叫公司，啊，阮一个朋友拄啊穿啊，伊就是咧走这个做啥呢？白白啊，红绿的，啊，伊啊，这种车拢啊比较较好啦。嗯，因为平常时就是当作私人轿车咧用啦，哦，所以这个车拢较好。啊，你个卡定了好用网络，用网络点落去，啊，伊来接单。嗯，接单了，伊对出门还是到要载着我的所在，拢未太招人客。伊会使挂在无，对对对，阿先阿上车了，我咪来小干机场，好，伊就搞再搞小干机。好，伊小干机场落车了呢，这个白白红绿的，飞哥用那个灯来到台南，未使，啊，未使去载人客，你就只挂了对啦。安尼哦，哎哎，阿若无位的房，你就同我搭，等我拄啊有单，买恁气流了，接单，他再等来。嗯，啊，这单有单，蛮不多好，多啊好，人的哥，没个叫车啊。啊，就澳洲那个派料啊，啊，就是白白红绿，所以咱的路里看到，一般咱使用家家是白白啊红绿。嗯。哦，啊，只要，哎，所以只要那是营业用的车，拢是白白红绿啦。可以讲哦，有人现在存啊，都是都来去。会去穿戴吼，啊检查一下身体啊，啊抽一下血有无吼，啊另外来较有我抽一下血检查看血到底安那，太时啊透早拢无食饭啊，看白啊，一定爱去啊，啊叫来有人写白牌，对对对，红利的，因为起码 income 这种人在嘛是红利的啊，啊。客人家嘛，你啊，是啊，咱系白白乌哩，就是一般私人轿车你未使载人客，你敢知影？第一，就是讲，这个人头啊讲的小黄这种计程车，包括着这个白白红绿的营业的自动车，拢爱考职业驾驶，职业驾驶啊，拢爱去考职业驾驶，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因的车拢总有先客第三加当意外险，那意外，啊，你若是坐迄种的这个啥呢？现在讲很多爷爷讲话讲，我都私人轿车啊，阿姐啊，爸爸哥，我要你谈啊，老大，你若出事的话了，对，反正都要没得代志，他这了就十万，这了就他就赚了，对吼。但是，咱这么个细节烦恼做怎啊？有的所在，譬如讲大地咧大来啦，
还是带过来带点刷出来，是吧？那个刷刷刷来带了，对啦。你要叫听到叫这个车？无啊，哥，啊就是叫附近，一定是叫附近的嘛。有人有人有人在啊，有车嘛？拜托这个讲。哎，对对对，啊，所以上吊，你是一种的变形工，因得爱苏联，个第一工哦。你爱苏联，嘿，你也是搞人的车，啊，多少人开杂零元，多少第一个所在，讲啊，来来来，你偌侪钱啊？像你只车，你讲无啊？你实在讲讲方便啊？嗯，我好安偷钱抢起来债，我这个红抢，我这个没个，还有这些吧。有一种啦，另外一种是啊啦，譬如讲，啊，咱今仔日特别去庙里，嗯，啊，我出车，嗯，啊，其他三个朋友就坐我的车，嗯，啊，去到庙里的时候，就去吃更饭，哦，啊，从从那时讲啊，阿乐幺零啊，人伊出台车，吃饭钱卖我出来啦，嗯，对对对，一种，阿不就讲阿乐这样提两百块啊，给幺零啊，嗯，算好给加油钱啊，你啦，嗯嗯，冇一种，啊，这种就应该是无算是物业吧，这无算，这种安尼是无算啦，啊，但是刚刚讲了讲，都叫我讲嘛，主要差在迄个保险，嗯嗯，无出事就好啊，无出事大家拢平安上街好啦吼，还是万不哩出事的时阵，这保险就，像你讲这。足足些啦，哎，足些啦，啊，有诶，较山内，你根本就无可能叫诶着车嘛，是啊，好咧，好，金光阁水阁倒转来，哎，好来，感谢啦，啊，这个头拄仔咧讲着这个白牌啊车吼，自用诶着着，啊，载人了后去用装着吼，一分头发落就是十万吊牌安尼啦吼，这是不是话要相当，咱大家当各自心内一支笑，恁去平衡着着。但是你也知影哦，即个即卖传统的计程车啊，加白牌红字的迄种计程车有无？迄两个已经冲击足大了。嗯。啊，再来一个白牌乌字的，搁在南边有无？而且白牌乌字搁一个歹处就是安尼，你根本都一台登记证都无啦。嗯。哦，因为我刚刚在招车时，还有司机登记证，还有登记证一定爱放伫头前，啊，再放伫后边的椅子啊。哦，哎，足清楚，你看着讲，即个叫做烟斗声啊，吼，哎，啊，这个啊，外头咧。规则是规则，对对对对，那种，那种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对啊，咱大家想看卖啊，吼，来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向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哈，进当相查，好，当相好不要，当相好不要等来。大家好，我是谢中鼎，咱即摆所收听的是咱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阿嬤阿嬤你们会疼咧乖孙咧阿嬤现在使用福尔语音型血糖机较会疼简单使用各公司里不会疼给阿嬤知都不用怕看不见咧你会疼是高级是就请乖孙的关心阿嬤当然买给您会疼福尔语音型血糖机独步市场国台语量测指导与播报100%台湾制造品质保障是定时量测血糖的好帮手福尔产品咨询专线1973控诉控救1973控诉控救详细卡你的会疼机热血和平关心你艾米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天上班过啊阮翁啊恁翁先生育儿老实天生哦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儿是天生亲切亲热条件买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哇赞哦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儿是天生亲切亲热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儿是天生亲切哦以上广告由罗岗波罗岗保险局提供你看十几楼到了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都开车哦嘿嘿嘿饮酒开车搁在笑我看边仔去嘞姐好一载嘿呀我真正就衰呢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不对一个不走动搁坐伊的车两个人都两起共卡车饮酒卖开车哪个走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哦，烧车有够忝的啦！哎，要不要来根烟啊？哦，不不不不，你没有发现老李的计程车好几天没来排班了吗？啊，听说吼、哦、是得了肺癌呢，家里全靠他在撑，现在乱成一团。我想我也来戒烟呐、啊，也不怕再被客人投诉有烟味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戒烟很难呢。哦，生活很难，戒烟不难呐、啊。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阮某要生第二胎，还阁穿玉皮的所费啊！放心啦，政府有补助，合公立非营利准公共幼儿园，逐个月上侪交三千块，第二胎以上阁较省哦。阮较早拢嘛家己穿，不管是家己穿，也是读私立的，逐个月领幼儿津贴五千块，第二胎以上领阁较济哦。民国六岁，国家做定请用，真正是玉皮的好帮手。那想要多了解，请就全国教育部资讯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阮拢是伫遮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是点赞的灯。咖啡，咖啡，电视心灵为什么？多少往事不加对，留下心中一滴泪。咖啡。心乱草船为什么？追求自度风云时，全靠梦中的勇气。你是太阳的小孤芳，潮水汹涌的欲望，纷纷了了啊，家己不家己，一杯酒干哪去？坚持信念。多少往事拼甲对，留下心中一滴泪。一条路行落去，心乱草船为什么？追求自度风云时，全靠梦中的勇气。你是太阳的小孤芳，潮水汹涌的欲望。听众朋友，白沙湾起歌真正有够好，因过人人拢学了。当然，伊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互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就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马个等个节目现场，咱节目一开始呢，同款呐，要来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坐来欣赏这首，这是咱英和吴先生来点播吼，文工老师演唱《他乡抒情人》。要恭喜恭喜恭喜你！哇，文工老师这条歌，笑无呢？哎，稍等下吼，咱甲试看嘛，这条这块 CD 敢那真像怪怪安尼。再甲平放到看嘛，那放无吼，就无法度安尼。这首歌这是咱一个英和吴先生点播吼，这条歌讲叫做吼啊，这个。他乡抒情人，不说在他乡，流浪过日子。想起当时来婚礼，不够流足泪。为了翻进村来，不得已，已经来漂流。
乐也在千里。上的明呀，就在爱心上，做出对呀，当上帝，尽出坦诚实。你让你来离开他乡里。呀，恋的爱情永远在心里。春呀，海风飘飘来，第一个夜的春梦，便生来一生。你俩你爱将来自打拼，期待爱永归。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番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这应该是无算社会新闻，但是我感觉这篇新闻足奇怪，咱来个听看卖吼。这大家唔知啊，个会记住吼，伫旧年啊。在去年的二月，台中发生了一件吼，这个学生囡啊，高中生啊，啊，因为在学校吼，去用个霸凌，就是用个阿爸啦欺负东东西西，啊，这个霸凌的人更不是别人呢，更是老师呢，啊，这个囡啊，煞大气站袂调，煞大气自杀啦。啊，自杀死了后的时阵，来到今年已经啊十月啊啦，去年二月代志，来到今年也已经十月啊。结果爸爸突然间出来吼，招到这个日本教育文教基金会的主任詹宏远吼，安尼陪同出面来指控台中市的教育局就对啦，讲保护家己的人啊，甚至吼。讲对因后生安尼自杀了后，一直到甲即马也无甲一声回失的来甲道歉，拢总无啦。啊，结果这个案件一直看落了后，我发现就讲，哦，啊，这个囡仔害人呢。咱这边咱来甲听看卖吼。你讲台中市市立丰原高中呢，一名姓蔡的高中生呢，去年二月去和这个学校内底的师长啊。甲阿爸霸凌了后，想袂开，大自杀。啊，当然年轻的生命就安尼来结束掉啦。台中市教育局呢，大吼继续吼停聘啦，就是停止搁再请啊，牵涉的案件的前学校内底的啊，这个学务主任吼张金雄，昨搁再宣布吼，这间学校的前主任教官。伊叫做张教父，嘛被撤职就对啊啦，并且停止任用两年啦。啊，对着这件代志，这个姓蔡学生囡仔的爸爸出面痛诉咧讲啊，
讲我已经都失去一个囡仔啦，啊，这个阿爸的事件成立的过程当中，安尼欢喜欢乐啦，学校啦，包括教育局啦，吼，将来拢无甲我吼讲一句道歉回失的，拢总无，啊，我囡仔都死啊。细川这名高中生伫旧年的二月十八日自杀死亡了后，教育局呢就要求学校来调查啦。但是这个学校就一直拖拖来到三月七十日呢，才来成立一个调查小组。二十三号来完成吼校案的通报。学校调查这名细川的学生囡仔呢，注意听哦。这名姓出来的学生囡仔，伫一年半内底去恐吓记23支大个、小个、个金个啦。一年半内底啦，去互人甲记23支的大个、小个、个金个。听众朋友，这个案件我若要记唔对的话啦，这是这个学生囡仔。在学校去给人家霸凌了后，他开始较出现了吼，这种吼足奇怪的状况啊，吃酒啦、翘课啦，有诶无诶，较出现的哦。我印象中，我会记是是安尼吼，迄当时的报告是安尼，并不是讲这个囡仔，就是足够吼翘课啦、啉酒啦、闹事，学校看伊袂爽，较霸凌的哦。我印象中不是，应该不是安尼哦。我。有记唔到的，我别记在，这已经旧年的一篇新闻啦吼。这个囡仔讲，伫一年半内底去用个记23支大个，包括小个，包括金个，包括吼家政课、啉酒啦，啊那个口啃吼都唔听，都爱个记大个。一个炸掉吼违禁品，炸掉电子烟，入去学校输安尼啦，啊然后个搬箱啊啦，啊，迄、那个翘课离开学校啦。啊！佮带学校外口面的人士来到学校，安尼去用佮记司机小个，包括吼食薰呐啊，包括因为抽查吼，作息无下无高啦，啊，包括上课啦，中昼咧休困的时阵啦，伊拢伫外口咧弄溜咧，唔入来啦，啊，包括超过上课的时间，啊，佮伫外口佮唔入来教室安尼啦，无参加吼。啊，好好一庆典了，对啊啦，好庆啦，点咧顶顶啦，大去用甲记18支警告。啊，这个台中市教育局长表示讲，伫今年的二月，这个学校吼，这个学校就对啊啦，经过学校调查，确定讲霸凌已经成立啊，涉案的张景祥已经向甲停聘啦。啊，那是讲这个教官叫做张教父呢，伊的处分的教育部已经伫十月七九日来甲伊撤职，并且停止任用两年啦。啊，这个两年未当搁再改派，加做吼啊军训的教官。伫日本教育文教基金会啊的主任詹宏远的陪同之下，生出一名查甫学生囡仔，因老爸咧讲讲等待的过程当中，实在有够艰苦的啦。啊，一个囡仔都自杀死啊！学校应该是这个学生囡仔撇风讲呢，啊，奈发生这种吼集体搞完阿爸的代志出现呢？啊，这代志一开始被认定讲吼啊，唔是霸凌呢？霸凌案件成立的过程当中，安尼欢喜欢乐啦，对头到尾啦，学校啦，甲台中市的教育局就对啊啦，拢无甲我讲一声，即个抱歉，拢无甲我回呢。啊，一直杀责任啦，一直到我今仔日。嘛，要对校长来做处分啊！细川这名学生囡仔，老爸咧讲讲调查过程当中吼，抱歉啦，一拖再拖啦，一延再延，教育局的体系哪亲像咧保护因家己的人啊？别说想咧正手拍倒手的啦，叫阮这家长是要安怎相信啦？搁再讲吼，这个主任吼啊，张景祥遭受着停聘啦，依法共款嘛是个当等于。做伊个老师，做伊个主任吗？啊，那这个教官张教父就对啊啦，有军人的身份啦，啊，是不是较打学校，甲改进两年尔，啊，是被军方完啊，甲态度掉啊啦，啊，三年了后，有个什么身份倒转来，拢也无交代清楚，拢完全无交代。凤元高中只回应讲，代志发生了后，张教父伫去年三月被台中市的教育局调职，随后啊，迄当时做校长的罗水红嘛被背职，
来调离开这间学校，了后张鼎上嘛被停聘啦。另外张教父遭受到这个风中女校友来出面搁甲指控了，对啊，讲吼伫在学的时阵呐，伊吼咧讲到话拢会讲性骚扰啦，啊曾经对着这个女学生讲话讲下面给你吃安尼啦，定不懂的言语啦。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讲张教父的性骚扰的啊这个事件好好调查已经啊结束啦，教育局已经吼有函报中央，由这个国教署包括教育部进一步来审议来决定要安怎样啊处罚。一个囡仔起哄，甲霸凌，甲会自杀。啊，这个霸凌呢，唔是内底学生呢，是校这个老师呢。啊，我还记起当时去年看这篇新闻的时候，感觉亲像，伊因为伫内底受着霸凌，啊，了后从开始伊就变，伊就变啊真奇怪啊，都唔去上课啦，翘课啦，啊，都饮酒啊是安那，无啥去，啊是因为伊拢唔上课，饮酒啊叫老师校长看了。老师啦，吼，主任看了都未爽，我硬甲霸凌安尼啊，真正未起啦。啊，自由时报刷吼，正专工去报一件代志，啊，加这一地，就我无详细报道。这无出来咧，这个霸凌这个物件是来讲起来吼，这其实自古以来就有啊，但是古早人嘛是啊，这个发生。系啊，啊，古早人迄时哪知我迄个霸凌，大家来讲啊，做人糟蹋安尼尔，对。以前吼。捌读过册的朋友啦，但拢捌读过册啦。包括伫军中即个类似团体的生活，都是拢会强体育啦。啊，尤其迄种吼个性特别含人无共的，啊是含人吼无法度人相处的，啊是讲迄种都，我嘛袂晓讲啦，都是有这种人都会人会甲欺负安尼。对啊，拢会啊，啊拢有这种啊，每一班内底拢有这种的。啊，这种情形，这是拢囡仔的时代去发生，正经出社会大人，人就袂去做这个代志啊。因为早讲迄时拢不懂不对的。对的啊。啊，较早做囡仔就戆戆啊，你就看人安尼，都怪怪啊，啊，就要叫人闹一个，要叫人讲一个啊，啊，讲搭一个，啊，讲乱一个，安尼嘛好啊。啊，你若讲一道，安尼就算啦，两道三道，啊，搁大家规班的学生搁做伙。起落吼霸凌，哇、哦！迄、那个人诶，日子底下好了做歹过啊。这个霸凌，这个学生啊，对学生啊，这咱是听足济啊啦。啊，但是老师去霸凌，啊，其实老师咧霸凌吼，伊有当时啊，伊可能家己也唔知，伊已经看上个霸凌啦。少年老师拢会较怎样啦？较老啊，较迂回，要退迂回一种诶。有当时啊，讲啊，这某咪人，这个人就是足无守规矩，啊，咱一般的同学拢未使甲伊做朋友，是，这就是霸凌，这就是霸凌啊，对啦，吼，啊，好啦，我来，搞一条名，报消息啊，要不要拿霸凌的一种讨论，啊，对一种是唔是相关啊呢？好，来，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八哈，现在公司咱转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继续再来看新闻消息哈。另外，咱们那个看一篇社会新闻吼，今卖人啊，这个处境处后吼，加加减减拢会装这个监视器。啊，这个监视器自古以来人都讲啊，你要装就是装恁刀下，你唔通借对别人的刀去，迄拢是违法的。啊，就是有人都无守法，都要安尼做。啊，都比法啦。当然，这个案件我来看是小事啦，啊，罚少钱啊，罚唔加钱啊。啊，但是你做监视器，你得爱拔起来讨价去啊吼。这咱那咧装监视器的朋友吼，爱注意，迄蛮共少对人的处理，啊是人咧公众场所，人迄个嘛唔知啊吼，这边咱听讲卖啦吼。你讲住伫台南市啦，一栋五楼的公寓。底下吼啊，伫这个五楼遐吼，细厝的一名姓赵的查甫人客厝卡啦。啊，伫个房间伊迄种应该是属于套房个啊。结果伫个房间大门开出来，顶面的天棚去甲装一个监视器啦。当然处理房间门处理，唔是客厅，唔是灶口，就是外口啊啦，就是别人的厝啊啦，也应该是套房个啦吼。啊，真是来干啊！干事去，讲要封刀啦。结果这个姓赵的厝卡，伊的隔壁吼一个姓陈的女厝主，就指控啊，指控这个姓赵的查甫人伫公共
场所空间来增减时期，啊，无经过伊啊，啊，无经过其他啊，所有的人的同意，啊，当我甲提出个数要求，要求伊吼拔掉这个减时期啦。啊，甚至吼爱赔偿，赔偿讲伊增减时期了后不当的定义啦。啊，台南地方法院认为讲这间公寓有58户的人咧徛啦。结果这个姓泽的厝卡吼，底下做厝徛，这个姓泽的查甫人，才吼提出三户的同意书尔尔啦。啊，这也无依照着民法规定，爱取得着多数共有人的同意呢。大判决，伊这个监视器都爱拔出来，啊，去赔偌济点知啊？赔200块，赔200块，给迄个姓陈的女主了，对啊。200块，啊那200块，唔知是要送我嘛看过。应该是。虽然你要照到人家，但是并没照到私密的部分，应该是安尼。那我到温到无看时期，咱公司有看。我嘛有啊，看时期，反正是自家己定啦，无得照。照外口路。外口路，外口路绝对会照到对面。对面的迄个卖刻意去干。哎，照啦。无啦，看有人要甲你过无？你若有人要甲你过，你若讲照你大门去，你来不？那绝对会照到的嘛。啊，就是无人。有可能，迄路边啊就是门啊。啊！你来看，啊！这规条路照好，我知啊。照，当然对于麦些照的啊。现在照就是外口啦。外口啦，无照人家门口，啊！但是这嘛是照的外口啊。对啊。这问题有哦，这问题就是看咱要甲你过无啦。咱若唔甲你过，就无代嘛。啊，咱若要甲你过，这应该真敢是要怎啊？真敢是，敢是恁兜啊？啊，敢是恁兜啊？你敢照到去？你敢照到去人家大门去？你就照恁兜路啊！你照到去人家大门去了。照路绝对，照路绝对照到大门嘛。我就照到对面的大门，那绝对会嘛。不是，只讲照到伊来，伊来睇，伊嘛不可能去照。你拿门拍开就照入去啊，然后啊，这伊就安尼伊，系啦，你都袂当讲照到人家门。系啦，我那敢是我有当时打暗尾困，我就进前。哎，看到人家大门啦。啊，看到路啊。两边路啊，两边路都可以看是大门啊，那有可能。啊，即卖就是看对方要过无，对方若无过就无代啦。啊，对方若过，你就爱拔落来安尼尔。我讲啊，因头就是差不多来提我那看是提供的顺啊，来我拜托，你也当卖好看啊，你也当卖好看啊。对于警察讲强制执行，无变啊，我蛮知呢。伊这边就是安尼，伊这边更唔是讲借着人的厝门门尔，但系借着，譬如讲咱这间这栋五楼的，啊，这五楼有三户。有三户，结果你伫三户，你无共照伫人个厝内面，你共照伫外当空间，咱对啊，就是外口的空间嘛。就是别墅间是大楼安尼啊，啊，但是大楼迄是无算啦吼。结果这个姓陈的入住伊主张，讲伊甲这个姓泽的厝卡是住共伫五楼的厝边啦。啊，当然姓泽的查甫人是来遮共睡厝徛的厝卡啦。啊，无经过公务其他的共有人的同意，就伫伊这个细厝的大门的顶面的天棚，共装入个监视器啊！啊，这个公务已经有安全设施啊，姓泽的查甫人无一定来去装监视器啊啦，应该拆掉啦。啊，另外这个姓泽的查甫人对2021年的8月底开始装装来到2024年6月底哦。不同的定理，那以一年10000块来个计算的话，伊爱赔我3万啦。结果，前头他个不同的定理，伊是照着尔，伊也了不了着，伊迄个啥个体味啦，还是啥啦，有啥物偏大？伊这个所以不同定理。他们这边外口嘛，这边外口啊。罗，门。无，不是都，迄个更是楼梯的砖台啊，恁娘啊。哎，咱是唔知啦。他边啊，照着呀。啊，伊就装地天房面啦。啊，就比如讲这间厝。这个门剩一间厝，啊，这个门剩一间厝啊，这个一间厝一家已经够死的，哎啦，还公务，啊，这间厝伊就门开人增加，啊，增加照应买单照的经理啊。哎，这边我刚是去听得较好咧。对啊。有名啦。外人都不爱用照掉啊。啊，你那电视套诶？啊，电视套什么材料边啊、里边啊，你拢嘛都清楚的啊。有啦。我一条路啊，路照着路尔，咁是照着恁内底啊。那是那大门的都唔照着去乱呢。一般这个照你讲起来，拢大概是厝里隔壁斗阵了，是足欢喜啦。对啦，对啦，所以他会欺负这物件出来。啊，无你若是讲大家当好朋友咧，你若走来监视去，得多相管，得讲一下。
瞧小瓜子就好了，小瓜子就好了。你是袂当个借条来滴，安尼啦，啊借条迄个门、香槟、香槟，都当用头前一条路，啊香槟拢对面有好处，啊借条迄个来来去去的车辆啦、冲撞啦，人拢会看到，安尼伊嘛是种保护咧。是啊。哦，对，反正是两个人的想法啦，但是有的人伊都偏偏都讲，哎呀，到了就是到伊都咩啦，太多外事，不甘心起来就看起来，就看起来，唔到了就太偷啦，哦，咩那就比迄罗龙叫他出名嘛，哦，伊就来拜托啊，所以我想想哦，甘心起，我讲咧。对啊，这个人的想法，一般厝的监视器大门，咱公司哈，咱公司的门，外口的门，路拢冇关系。有啊，对啊，有啊，有啊。一般，像话说一般，我唔敢讲那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可能对两边拢不好啦。一般唔是一般厝的大门咧装监视器是伊左右啦，左右插落来啦。比如讲，咱的厝是，都是装伫边边，啊，迄个监视器是无按大路，伊是单按咱的大门，一支照车，一支照安尼，一般是拢装安尼啦。真少咱搬个照伫外口处理的，一般是拢装安尼较济啦。你看，阮头前，我甲看，我有时啊，哪里困？你镜头无向外处理，拢是向你的大门。看到几条路？看了几条路，几条路，照几条路，应该是 OK 啦。包括对面的路拢，门边拢有照条，看了几条路。啊，你唔敢监视，唔敢后过，暗时咱厝里边就拆偷啦，对面买就拆偷啊，对不？我阿德跟你讲，全部都在照，别人都喜欢咧，玩笑，还不算啦，哈。对啦，啊，这个都发一个两，哎，对啊，我发两百块啦，但是做金是几啊贴掉啦，哎，你做你咪咪啊，你硬笑的啦，啊，你硬笑就人咧问啦，就无伊个无笑就问他，笑就偷情的空间尔，一对专带一对所有专带空间尔，所以这个唔知咱咧讲的，拢厝边隔壁啦，到底庙会话安那争拢袂要紧啦。啊！而家咧去救援啊，稍微种种就赚大事啊，对啊，就是啊。我咧特警嘛，拢有感情。所以人家有人，人少人，佮唔是咁快。啊，唔得，人讲千金咧出，万金咧出金，对唔对？对，人少人啊，啊，人家话咁是，咪是拢开条拢咪，叫暗少咁快少条。是啊。哦，对唔对？啊，我咁是去真少啦，那前途拢有咧识咁。啊，有诶，话好笑，有诶就真卡嘅呀。自己出来都冇监视，冇监视器啊！阿姨真吸，而家嘅，阿姨同阿姨咩，咪是去做做嘢啦。诶，有人我喺度监视器，后屘嚟个飞机嘅北京话，嚟都有镜头啊，就咁样咯。好啦，嗬，再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嗬，生产公司全国免费嘅叫会专线电话啦，嗬。来，继续再来加这个做啥呢？哦，这嘛不是讲出来。对啊，啊那是多无考验的时候，咱两个放歌，最近哦，放歌好，最近的放歌真是。哎，对，啊，我简单做一下十几秒嘛。这个咱那是有这种钱啦，三回有吼，你唔能肯那么要多买几条嘛来计啦。我今晚坐电话来听，你讲两条亏哦。哎，对咱来讲，咱要解的坐电话很简单，无要大力啊嘛。嘛唔知咧，未咁。无啦，伊是无钱嘅人啦，像我这村那年这，我不是这点啊，这穷鬼在办那种马乌。哎，强教育我未感觉啦，你佢钱买衰，你家系冇亏噶啦，佢红狂咧。啊，这个这个歌咏啊，就发现讲这个做啥呢？有些人打领薪水8000-8100块，这可能做迄个临时工啦。啊，坑伫地下来啦，坑伫迄个地点啊，啊，即摆来伊变只工过尔，翻大只块十秒尔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就看伊一个一点啊，有去用变轨了，对唔？就去用变轨安尼啦，吼。还加变轨咧，用接着都调咧安尼。没啦，我都爱定力。伊个卡损都调变咧，你用变轨，你那手那较油的，嘛个损在里边咧。调变轨就太损你了，对啦。我奇怪，我专门这种，我怎么？那我干事期间去调嘛？我一边干事期，干事期。啊，下班后边要请警察工用收点猫咪人啊，要抓人啊，吼。再来进广告，好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来感谢。
谢咱电台用机时代去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摆是广告的时间呐，咱广告的时间就要介绍咱的产品，和咱用机话挂上去吃，身体上的保养就对。赚较侪钱就对了吼，钱许多你开不了就对，但你身体来叫坏去就对。逐天你找病，逐天你赚，惊病医，哎，病医你检查，你检查，你感觉都烦。好个人惊病医有无？有有够侪，有够侪了对。伊敢无要顾身体，到底爱顾身体？有钱人开敢唔顾身体？所以用起话，但是不得不惊病医了对。身体都无好啊，未好啊，安尼对。啊，善良人呢，逐天你走三顿，无赚，你就无饭通吃。无糖，今仔日无收入，明仔食饭要倒来唔菜。伊若身体叫苦了了，到病，迄时阵更加痛苦了着。所以用西施甲人提都袂好，但现在公司产品希望用西施少发听咧。平常时若开得起的人，你甲开一下淡薄即金钱来保养着你的身体，对你的身体真正有足大诶帮忙伫咧。但现在公司许多产品比产品。到这样子这么久的时间呢，咱开播到这样子看几年了，就这样久的这时间了，就用心大件才做朋友，到这样子无变。有咱行为大药厂，甲咱干这物件，咱台湾第一大药厂，甲咱干这物件，咱有信心甲食着，无一点仔副作用。品质就是品质，保证就是保证了，就所以用心大件，对咱石头山真有信心。吃到95岁，我真讲啊，啊吃到95岁，会用死大。可你吃咱产品，我一个朋友，伊老爸伫台北，伫听咱的节目，伫台南叫咧，寄去台北，靠台南甲阮朋友收钱，安尼着。95岁，伊甲我讲90几岁，所以用死大，现在就拢无即安尼，等于先咧听咱节目，吃到95岁，还佮你听咱节目，佮吃咱产品了着。90岁以上的过节，这个新内容。保持好健康，把柯南信仰古迹石头山。所以，像这话，你也是你病在走啦，吼，还是喊你啦，吼，还在看了去啦，吼，对身体上的帮忙哦，啊，有限啦，那是被送过的时阵啦，你石头山挂上去，不管是皮肤的问题也好，皮肤这袂治病啦，啊，但是皮肤问题也好，女性哦，更年期、中介也好，对，发性地啦，规拢乱去就对啦，安尼就对吼。这种的杀气，包括我做老虎，就我这个病痛了，对。安尼，啊，做真个技术，伫许多山这个思想个对，也真练出来，对。然后需要你是拍电话过来，以许多山为主，配合咱的软骨素、骨头，骨头绝对爱骨，因为较有个人吼，骨头无骨绝对袂使，就是一走路你就艰苦了。所以用许多，刚开始个时阵走路艰苦，中间吼，啊，你要医哦，真正骨头歹医啊。平常时即嘛，大家做保养哦，软骨素关灯以后，今日变个第二代，骨头目睭，伊即嘛我只机啊咧看下中间就对啦吼，哎，最近目睭个生来骨愈大，骨愈大，又变个囡仔，骨变老，过两年年开始就夹手机啊，提咧看下着，啊，所以咱平时话见就，咱老大人，这叶黄素是一干底，失去就别个倒转来啊咧，失去就别个倒转来，所以保护你目睭，咱今日变个第二代，就是要你保护目睭。你个食，当然伊会惊起，较袂像别人安尼一手就水，眼科直接走啊，唔免，安尼，所以你金立平提出来，互你做服用，你要注意顾目睭吼。我报许多钱，这个费用，咱有人阿等讲啊，都详细详细就对啦。这个我报许多钱，我一介绍中国黄土粉啊，一人介绍我来用心，是大做了解就对吼。这是我报许多钱，脑水啊。对这个血液，心理啊，这更加重要。心脏啊，有血管啊，未使过太累哦哈。啊，这些腹膜部血清专门来吃这种清理这垃圾杂质的哈。膜部血清，保存健这男士朋友吼，你吃啊吼，女性朋友唔知啊。你翁啊，你回来有诶，中间在放尿，伊若无甲你讲，你嘛唔知伊放尿到底有顺序无？恰恰老大人哦，放尿拢未顺序，一咕咕哩吼，迄尿尾放未离啊，啊，规个这个大窟窿多多条。清起来哦，很多泥啊，清起来啊，搁住了，大窟窿鼻，这亲戚人拢安尼，嘿，我老朋友才拢安，搞有这个感觉个对啦，即嘛做废气了对，这个放尿啊，放尿到一路两三分，安尼，即咱保存个关灯做用哦，血红素当然是贫血的人，你
病在咧食，食不食啥物，当然我甲你赞同啦，吼、哦，哎，但是要拨我这个血糕哦，真困难。最简单嘞，血红素两粒，再加两粒，暗加两粒，血红素要互人食，就是安尼尔。所以红师大今日做朋友，这血红素真好哦。咱讲事实的，日本甲韩国吼，一年销售五千万粒的，对，咱台湾的平时人敢会输赢吗？对。只要人都会病的，拢会病的，真正尤其乳腺病病的几率特别高。咱以为较有诶，像四大老大人病迄个几率特别高了，对。只是现象伫病迄中间哦，你家己毋知影当作感冒，头晕暗啦，暗时啊歹困啦，目睭涩涩啦，有诶无啊，心痛啊，颤颤颤啊，感觉大心亏啊。像四大，你当作讲啊，惨啊，我毋知得着啥物病啊，安尼了对。结果也无就风邪啦，寒着啦，感冒啦，个头壳红啦，安尼就对。啊，结果呢，唔是，贫血都是无奈安尼。所以特别，咱的血红素介绍哦，雄心许多服用最多目的就直接所在了对。吼、哦，那无食血红素吼、哦，这贫血有可能都是无多了对。吼、哦，安尼，歹医啊，歹处理了对。吼、哦，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我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今麦先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吼，这是咱屏东东港啊，咱屏东东港一名这个啊女性的朋友诶，这不是歹势吼，这讲唔对，来，这安尼无来。这是会知啊，会知要听的啦吼，所以咱今麦吼，今麦安尼顺讲甲用唔对，咱今麦直接来甲接口音啦吼。来，咱今麦这个时间哦，来甲接口音啦吼。咱现场一直挂电话吼，2699455，2699455啦吼。带咱的电话外环区吼，咱麻烦甲加一个空六吼。啊，咱口音的异地吼。无分啦，吼，可以的议题无分啦，吼，你要讲政治啦，讲社会事吼，拢总会应承吼。来，来，来，你好，啊，三位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啦，啊，咱在电视中有报比较妙的发生的代志啦，啊，咱这个观众平台做些参考者啦，吼，有时这七波人的这后生吼，哦，我这个庙的观众有邀请要去演讲，我今麦这个。请把人来用个传人来和和七宝人老师，各位收音老伯弟们带上来这个啊，不要的管下演讲啊。啊，你好，就是这个七宝老师还做个性，非常的受气，所以把人少了。嗯。哦，我这人哦，种太多，你好，这庙的管地管地位处理，真正有架势啦。咱从迄个石头路啦，啊，佫出来电视台按公开来向七宝人的老师按道歉啦。嗯。做管理的人叫小心较好，就上该影响的啦。啊，搁来就是讲安怎讲，这個、人的心态是心态问题啦。你今仔基波林咧看见台湾咧为台湾医生奉献时阵，迄、那个角度你爱去想看嘛，安怎来医生来保护伊？以后伊个囝会发生接受机会，啊来演播落去，这是讲起来是社会非常值得欣慰。非常安慰一件足好的代志，你那个容易假的方向，你也看，用那种各种的种哦，小人卑鄙、狡诈的行为，落去做一下哩，哦，形势方面就是那边地人来当来在演讲，我种心态上就压不到，这就是台湾的政治上，跩腐败媒体、跩腐败艺人、跩狡诈形势，同款的心态啦，所以只五毛多，台湾人来看一件代志，一定得爱。头看到底，啊，了解真相，了解清清楚楚。啊，你时阵才袂当在过大这个些代志发生啦。嗯。哦，做起波人看见台湾，啊，做医生方言，这个角度，我咱感觉做起来做关系的，你看，但是一般人就不敢看啦。是。哦，医生感觉这些。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好。哎。哎。你早啊。你好。哎，你好。阿星啊。哎，你好。你感觉什么海边的国笑话？嗯，啥啦？哈？什么话啊？海边的笑话哦。海边，你讲什么海边的国笑话无？海边，海边国笑话什么意思？嗯。啊，你教我啦！海边，你无讲话，什么意思？我讲来讲听，听不懂。你讲这是倒一国的话，我听无哩。海边国笑话有什么意义啊？嗯，有什么？我
莫咱们咱们海边讲笑话会引起海啸啦。海啸啊！哦，脑筋急转弯，你得讲脑筋急转弯咧。海啸啊！海啸啊！先生来，小林你好，大木大哥你好，你好，请教你们哈，刚刚有谈到那个白牌车、红牌车，请问一下哈，白牌车不可载客嘛哈？如果没有投保，如果发生车祸的话，他这句话后面我没有听清楚，那麻烦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会怎么样？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计程车跟红牌车营业税哪一种比较高？我在收音机旁边听，谢谢你们哦，祝你们平安哦。OK， 我这个字啊，你问讲你若坐人，迄个民间迄个对啦，我就是地牌乌里的，啊，我怎讲迄个保险嘛，我跟你讲吼。那这个汽车有强制责任险啊？强制责任险，但是强制责任险是无包括乘客、车内人员呐。啊，你若发生代志的时阵，讲下这个司机伊都是人在赔。啊，你啊，啊对啊啊，总共这个司机本身有个是伊唔对在先，对讲负担的迄个条数，这个较少的话就对。你这个该公司啊，我你啊叫白牌乌哩，主要我是白牌乌哩哦。哦，啊，至于讲白牌红利的，啊，甲正占传统小王，客人车，哦，伊的迄个做啥，迄个营业税了，对，这我就唔知道，我问者，我问阮表弟知影。我问了，哎、啊，营业税应该，我咧感觉应该是迄个做啥呢？迄、那个客人车，我相信是客人车。因为上面老贵的呀，白金车不是便宜的。啊，来，你可能跟你报税啊。不然哦，来，你来。像我们私家车哈，我们都有包，像我老公的车，我们都有加保我们自己的乘客险。对啊，对啊，加加加保的。不是只有保强制险的。强制险是保别人。啊，乘客险就是保我们自己家的，就乘客坐的乘客。像我以前骑摩托车，我也是有加保后座那个保险。这样子比较。安全啦、啊、没有多少钱嘛。对对 对， 对， 对。保险有保比较安全。而且我看现处工齁、他们在现在一直讨论这个所谓这个橘子齁、干嘛好我的感觉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他根本就是白手套嘛。是啊，就是啊，对啊。啊，然后一个已经六十几岁的人去选市长。他妈妈要安排一个眼线，一个祸害在他儿子身边，给他搞东搞西。听说还是给人家偷拍照，还是给人家跟拍，还是给人家作假去害别人。哎，他才三十几岁而已呢，怎么心眼会这么坏呢？我怎么呢？一个年轻的女生竟然愿意干这种事，跟谁学的吗？跟这个失败学的吗？而且他是受命于。听说啦，这也是听说，我不敢确切啦哈，是他的那个柯老母叫他去的、那如果以这样子来讲，他什么事都要跟他柯老母报告哦，是啊，他妈妈会不知道这些事吗？又感觉这点嘛就奇怪诶。无啦，咱即卖就讲伊唔转来就奇怪啊嘛。你是安那？你是？啊，伊拢无呼吁讲啊，你紧转来，好，阮囝紧出来。有啊，有人笑歌啊，笑干嘛？你即卖就过位啊？你无爱恁囝出来嘛？哦，恁囝人也该批评，你就讲人会去互你讲讲，对唔？啊，你即卖连恁囝还保护啊？所以我感觉讲吼，他的老婆跟他的老母哦，哎，这个行为很奇怪呢，你有感觉无？是。我感觉伊吼，而且我想无讲一个六十几岁做市长的人，都来因老婆甲安排啦。啊，然后听说他要派谁，都要经过跟这个讨论。啊，跟这个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老妈同意吧。是。哦，啊，所以就变成他老母在垂帘听政嘞。看这四人啦、第二人就跟你讲，这个人不行了，你还要选。反正既然哦，有时候。生起气了，这送你两个字，活该。好 ，OK， 好，你好，哎，你好，喂，哎，阿姐，哎，营业车阿边个总统改的拢无牌照，个燃料税拢拢无。哦哦，营业车，即摆拢免着对啊，拢免税金，拢无税金。啊，消防他们另外种拢无哦。阿伯，红色车、黄色车、黄色车有无拢无？哦，有无来啦？对啦，好，来来了解了解了解。哦，你话医疗税当然了熟，对不对？对对对。明白啊，听哦。其实唔啊，讲干啦。
敢那素养的问题啦。这事实上，伊无入到咧政治吼，无入到管理制度内底，这有治安上的问题啊。啊，你看咱凊彩一个歹人，都做饭做事的啊，做一工啊。啊，这边就掠人，所以讲，这基本上伊家。伊家这有登记的营业车，就是入足点就无同嘛。而且伊这会引擎甲啥物问题？你即下讲普通公车咧叫十八车啦，叫十八对无？这问题较少。伊无得你头先讲的迄个案例，伊应该是在迄个病院咧叫起。第二单人啊，对啊，对啊，叫的，所以伊就变作就是凊彩乌白叫，迄个无实在，就是遐都啊都怎在啊？免讲嘛，用检举，无要警察哪会专干伊啊的啊？你主要讲是讲，哎，我叫隔壁的，啊，就隔壁这较少年，啊，哪在一个，啊，偌济好伊，这是加足济人安尼咧做啊？对啊，对啊。卖公孙家啦，都是嘛，这样子啦。因为都是你熟悉嘛。啊，伊这个，伊这个，或者我感觉应该做，伊就是咧叫客啊。一叫都无熟悉，变作啊，你真正咧叫客，你就该去登记就好啊，其他都爱真麻烦。是是。一定就是渠道就是无，基本上迄、那个。其实出发的点，迄个心态都无问题啊。你真正要做资料整理，你落去登记，真正要去考牌啊，就好啊。无人讲你袂使做啊。是，好，这样子不要去考虑。谢谢，再见。哦，嗯，我这个，哎，台湾古乐波，哎，是安尼清楚哦。清楚。哦，我咧台北开小黄的啦。哦，加盟。我昨昏甲保险尔，保乘客险尔啦。好、哦、对。哎呀，这乘客险，然后开始政府已经重视，然后钱嘛左右啊啦。嗯。啊，一个人死亡啊，是用私人险，差不多一个人会得赔500万。哦。啊，看伊是你的车是几人坐，拢会使。嗯。哎，安尼。了解。啊，差不多这免税金嘛，差不多以谢长廷做预定开始的啦。哦。差不多你从公共年纪，你从公共年纪嘛。是。大概是安尼啦。哦。我从安尼啦。哎，对，感谢。啊，你感谢你呢。好，谢谢哦。啊，你跟杜家去会谈，就朋友会谈对啊。对对对。来，谢谢客。来，你好。咱一般交易好，咱认为讲地牌啊是外关市上济对无？唔知啊，唔知都是关市上济呢。台北市上济啦，惊市上。哦，是哦。因为我，因为我嘛有营业登记证，如果我无咧收别人家，我给收地牌啊，惊市人咧台北市迄迄。地人地啦，惊死人哩！啊，地人迄需求加，因为一般哩地牌啊，拢袂在酒店的啦。嗯哦。在迄个，是讲食药啊啦，食药啊啦。哦。啊，伫迄八大的啦。哦，八大行业。因为你一般会去到这，你平常咱一般会想讲到地牌啊，吃少摆对无？嗯。太细咧，恁内底有保时捷，有苹果公司，伊恁内有，然后伊恁内有不少拢有啊，因为伊听袂即句嘛，听恁只有安排啊挂落去，所以就苹果物仔啊，你本身咱啊批零车挂落一年可能几台车一吨，哎，足济啊，迄个零车，你若个零车咧卖，拢真足济。嘿嘿，所以台北市这款的新北管区，有会咱六都内底吼，我看吼，这样暗时真正暗时节奏的有哦，嗯，十大头差不多五大拢是地牌啦，其实咧因为这需求，咱讲真嘞，真的是我来到你话，我才知道说哇，要求我惊死啦，哦，迄有诶车真正一台比一台较好嘞，真个，是，诶，迄有诶真正，我是讲到有啥要紧。是讲有在叫人去买保时捷来赛啊，那个我骗人家充钱，啊，为了公正的啊。那么讲，伊是咧咧，诶，拿地去分期的，还是在赌币丁，真的是一堆咧。哦。因为伊亲像阮台北市咧叫拢是用在咧叫诶。哦。所以他都有他的资料啦，是的资料，诶，行到什么化工，其实都很安全的。嗯。有一点难讲诶，啊，做身份科有诶无诶？用干代理来招这机器，有的是，有的伊的车牌结束了，来招这啦。安尼知影，感谢你。他们趁一寡多会。五楼啊啦吼，多谢多谢啊。我这想讲，经过我要来吃咱。
咱咱台南的恩天之霸啦。你忙着过用，你去见你的哪里都是。系啊，大家平安啦！好，感谢你啊，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推门啊，国民党，谢谢你。你看奇怪呢，我就讲未听，跟你讲叫你好啊，休困一下哈。啊，人都要，啊，那边大家在卡休困的意思，就是你先慢下卡，都买个卡，啊，来个定制，啊，主要是你另外一款。那是国民党个出来，那是反共的共产党，不是？来，你好，你好，你好，你给那个上面啊，不摆桌子，看他哪个呀？哦，有多少钱？对，已经放上出价，出价，放下来了，跟谁挖行水嘞？嗯，他在做些客人的事。你在这个行为呢？嗯，对啊。客人家的客，这些生计证哦，就是你，就是你无前科，无较较重的前科的啦。对啊。你你讲中间到底有诶无？迄个，迄你迄其实咧客唔是咧客的啦。嗯。哦。这就是咧客的前科。你看你经营的对啊。我嘛是有咧招车啊，他就。哦。我要去收下等于钱，我要去收下等于钱。还先了解这个人的经营啦，安尼你讲，你讲咧。我这是有阵时啊，去高中去诶，再讲。每对我写，你我写，你写，等下对你们写，只能我写了。嗯嗯。啊，咱第一是讲属第五，前科噶无前科。是是。嗯。对，安尼就行啊。前科招招白白啊，还不要人，伊都无无当可以入等于钱啊。哦，是安尼。是是安尼啊。OK， 好，多谢。好。好，谢谢。安尼时间真短，来，安尼真讲了，随个到，等来，来感谢。好，啊，拄只咱小家人啊问题吼，啊，怎引出着咱一群司机老大哥，大家可以咪啦，啊，咱这位小家人啊应该有了解啦，吼，啊，先啊离开计程车介绍久啊，吼，怎么样对啦？即马计程车无白叫水嘛，无燃料水啦，这真正有影，这对计程车司机来讲真有帮助啦，哦，真有帮助。啊，我刚才咧招车的时阵，唔也是在水龙有，啊，还有一个挖行。挖行的水，就是挖行。今日挖行原来未少呢。啊，所以你嘛用电话联络的嘛是拢叫 Q 声这型。啊，电话卡无线电的当然，你也入一个无线电的。不是无线电的贵，一个单纯啊。我今仔去帮你叫车，比如讲我今麦打电话去某名公司，你叫车嘛，伊就看你车在高头，他叫你叫阿星叫车嘛。嗯。你唔是讲入一个无线电的费用呀？你还去入什么钱？无啦，无线电就是。伊会讲是一分钟，那个三分钟，那个搞的，伊就三百里就起落来啊！哎呀，伊就直接跳。他也叫标一条啊！有叫标一条啊！是。啊，好来，感谢啦哈！啊，大家招车辛苦啊，这会记哦哈！啊，注意安全啊哈！来，下播吧，明仔再，明仔再，再见，拜拜。